手变透明了，我很快就要回去了。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，我不能离开。婉儿明日都要出嫁了，谷主，你想想法子，不然真的要嫁到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晋国吗？随便吧，不是李丞相，也会是其他人，嫁给谁不一样啊？儿臣今日远嫁，无法侍奉父皇、母后，儿臣只能三拜父皇母后，以感谢父皇母后生养之恩。时辰不早了，启程吧。